阿美叔叔呢架咧就係全新嘅流動血車，我都係第一次上嘅啫，你都應該係啊。感覺如何啊？我覺得咧呢度嘅設計咧相當之新穎，誒，仲有呢個舒適嘅圈血凳，可以平躺喺度噶。嗯，啊，仲有。最重要的是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俾人考下你，呢個全新嘅流動捐血車同以前嘅捐血車有咩唔同呢？點樣可以便利到市民呢？同上一架捐血車有咩唔同呢？就係呢個自備獨立發電機啊，咁就唔使依靠場地提供電力啦，可以好靈活性咁樣去到唔同嘅地方嘅。Yeah. 你覺得咧流動捐血車捐血同喺捐血站捐血有咩分別啊？喺捐血車捐血啊，都有啲獨特嘅體驗嘅。咁啊，而且咧，啲捐血車如果咁啱喺我附近，我見到嘅話，即刻咪可以上車捐血咯，幾方便啊 ！Mary Ann， 第一次拍呢個捐血宣傳片，感受點咧？我覺得我掟咗咯，係。我都覺得，因為我覺得成件事咧係好有意義啦。最緊要咧就係大家見到我哋嘅時候，記得捐血，咁啊成件事好有意義啊。咁其實點解你又肯幫手咧？因為叔叔你咯。啊！係啊，因為你嗰句。捐血資源可以到三個人，好有型啊！唔係因為我幾有型，句説話真係好有用。係咁啊，你都唔係第一次拍啦，之前有拍，今次又拍又點解咧？哦，好簡單，頭先我講啦，因為希望幫到人啦。最重要嘅咧就係你唔知㗎，可能係幫到自己㗎嘛。我哋都需要即係輸血㗎嘛，有機會啦。咁所以能夠幫到人，幫到自己咧，應該做多啲嘅。係。咁啊，揾我啊，梗係因為想鼓勵多啲年輕人咧去捐血啦。咁啊，我啲血咧就係好靚嘅，唔係其實講笑嘅。咁啊，年輕人咧又唔使話擔心話唔方便啊，又要做預約啊。而家咧係見到捐血車咧，已經係令到大家捐血嘅渠道咧係更加係近距離同埋更加方便嘅。所以年輕人好似我咁樣捐多啲血，幫助更多嘅人，好似我咁靚㗎。